是第四届桃园县第四届主委，我是第五届，我是在他后面，所以我紧紧追随他。紧随主委他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他是中央大学的博士，他当过教授他当过三届的立委，一届的国大代表。那么在立委期间、国大期间都在扮演最重要的角色，为地方服务很多，有口皆碑啊，有口皆碑。那么这一次他现在争取选市长，选市长，市长选举还有一年多，还有一年多哈。那么在取得候选人之前要初选，要初选。那么现在有两三个人在竞争，所以请各位好朋友都给他帮忙，让郑宝清三个字送到每一个龙潭乡亲的，不是龙潭乡亲哦，全市哦，全县哦，哈哈，桃园市，桃园市啊，这个耳朵里头、记忆里头，让他对郑宝清有更多的认识、更多的了解、更多的肯定。有初选、有民调的时候，大家支持他，让他有机会来帮我们桃园市民来服务。他最成功的一点是，他当过很多年台盐公司的董事长，台盐在他任内赚很多钱，详细多少钱他很了解。台盐当董事长很赚钱，那么他这个做生意脑筋很好，他来当市长的话，帮桃园市民赚钱，帮桃园市政府赚钱，我想这一点没有话说，是我们共同的期待。这是我简单的介绍，等下他自己再详细介绍一下。那么现在请师傅介绍一下，今天这里面我比较不熟，你麻烦师傅你介绍一下好吗？